好运啊！你要包两票给我。你有没有什么要冰的？啊，有啦。红豆贝来，我这冰板增加不啊，这嘛有哦。来，冰板去啦。来，一千块啦，给你。一千块多少了哈？哎，一千块。一千块多少了哈？哎，一千块。一千块，一千块多少了哈？哎，一千块。来，先付。过来冰板，一千。一千块多少了哈？哎，一千块。哎，先付。好嘞。来，记得来一千的。哎，一千块。两个。我们收到蛋。哎，我收五个得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小米。两个。我们要三个。我们要加几个蛋？一千的。好嘞。好嘞。一千嘛。好嘞，娘。两个妹娘呀。啊，是我就叫你。给你吃。好，谢谢。给你吃。 我差板加无一个八折，这边看卖，这边看人家这个阿妈来，一折来。好一个八折，好敢载，我是讲规条无一个八折的。是啊，你大家要袂好？花旗森林之鲍鱼全鸡哦。哇！你那食做好了无？因为八折。 头家讲我叫我两家好好起来，其实我普通时啊咧卖鸡就做好起来，哦，但是这等级较悬，嘛好食，来一千几个咩啊，舒服，收十五一千个呀，两个呀，是咧创啥货？阿妈是十五个呀，来一千五个咧，听好，来一千零，一千块够了，要吃品牌了无？快点。 一千块多了哦，来啦，这锅里那么多哦，我干了包哦，你等于浪费锅里了，这煮来一千多块嘞。一千啊，一千啊。阿哥在看，学长去。负责那个。来一千多。我们弄的。一千多。一千，一千。赶快两个啊！一千多。一千嘞。哦，我跳下。 大哥，你啊，要我听一下，升级两千呢。要两千啊？大哥，你敢做爸爸？做爸爸？六个呀？六个呀？五十八。六个人，你谁六个就对了啊？好吧。我不是不爱听，讲我啊，想进进个罗生啊。我叫什么对啊？哦哟。啊，有小朋友。大哥，贵一点白。 三个三草，三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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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结婚。终于份我不会很高兴，我给干够了。哎，祝福爸爸。哦，几千的，那我看那个李伟杰那啥，哪两个呀？只是闻名而来的，来，我特别安怎煮开好吃，足侪人拢有啊，拢分享。哦，但是这我家己的感觉，我是打针的啊，我都是干煎，撒胡椒的，胡椒的，老是因为土特味本身就足甜啊，比重口更加甜。一人一份，我今卖花500-300，200块，200块，而且不用等，我马上拿给你了。土特味200块，很好吃啊。好好
小白有很多人没在看、啊、来五百的两位在那边先看，大哥在立场哈，来一千的，来一千的，一千的来，他觉得我多这东西才第几？借一百，还有我的，八十二，一八啦，九哥啦，好了，我拿给你们啦，好，特别这几箱都借，家人一份，爸爸一份，纳瓦夏，姐姐低调。我要跟他说我没办法，哎，林良总，一般都是用煎的，用烤的。如果你喜欢多变化的，你敢煮米爽，煮咸菜，拢会使。啊，都有，林良总，小伙子变化中啊，什么什么焗烤，我都会啊。我修哥跟他厉害呢，什么话都，连托都会的，我做变化变西餐呢。哦，不是十块哦，是十二块而已哦，这种我点的更小。模特会，你有钱啦，买无啦，卖讲你有钱，买模特会，无可能，不是有钱就买会到的物件，吼、嗯。来，两百块了，来消费观念开始。捕捉鱼尾更甜，捕捉鱼尾更甜。来，模特会两百了。来，大姐来。林明坤你好，有朋友。来，进来。你好。别抓了，乌别抓乌，别抓嘛，长长嘛没完，就最后一箱的款。今天那个万能小盒装的还有吗？有。上面没有了。上面没有了。叫后面补起来。万能猪脚盒装的。哎，大姐，刚刚在打。我打球啊，你都不知道来啊。我人不爱紧张，很专心的上班。我快点啊！小姐还没来吗？上海没给的吧？他做人没给的吧？做人没给的吧？我改收了。他够几袋了？两袋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两袋。三，三十三袋。我唔知我有几条啊？我是讲安尼搞会拄啊好啊。不好意思。阿姐阿先我你试吃，啊，食好食哦，后过来买，我甲你三只烤来，啊，我跟你讲，去烤，你也好分啊，哦，排大鱼，啊，蒜鱼，什么人不会蒜鱼？阿姐阿姐，啊，不你买啥？蒜鱼一箱了，蒜鱼分半箱嘞。三鲑鱼。我卖完了。蒜鱼头哥。蒜鱼头哥呢？他分一箱过来，我给他蒜鱼拢过。哎，有机会嘞，有机会。这是蒜里头，都煮起来，头特别无咩调料，都出来了。这个比头特别干，那油油不干。你看这是蒜里，来了八块来。这种炒有哪好吃？这个好了哈，两包两盆。哇，这道一定爱先过了你，这道给我先过你嘛。三个呀，四个，好，先这样，先这样。那你那个小姐过头了，我都没时间。来，结婚了，兄弟。他给你两盒，我来弄，这两包就对了啊。我还好啦，我还好，没有很帅啦，我普通帅。我本来再不够修。等一下，我刚刚去说了，帮我按个赞，帮我按个赞。哎呀，赞来赞赞啊！还有人没拿到吗？一百块存进网上，我给你。来去。皇帝，谢谢。来，有鸡腿来，带鱼有鸡腿都有，有鸡腿但都不完了。不用了，你好。来，要吃有鸡腿的动作快啊！它就长这样，你现在我嘴巴那地方看不出来了。啊，那就是整只有鸡腿，啊，下去切块切好了。你回去加热那个汤汁最重要，我会腾起来，但不会冷完没关系。真正烤牛搞的来，鸡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个人给人，还能八个人。七个客人都有。三个，四个，喂，我叫五个。好，我叫五个。五个。老弟，我等你这样。你干嘛去？应该我。我马上就准备赶紧收尾啦。你再过一点。来，阿蛋你投资，还有五百，我准备投，快点啊！我太太。啊，我给你投。来五百的，对吧？哈，等一下箱子给我，箱子，这个箱子啊。
我可以小的给你，我大的不能给你哦。因为大的我一开当换三万，我当赔三万，所以你是好的哦。原谅我。来，我是小姐那边的。不用找，我要买那个。你不用找，要买什么？等一下。不用找就好了，后面不用再加了。啊，这个不好意思。司机啊，只能司机啦，有机会真的很方便又好出来。大姐，我跟你讲我的帅哥哦，家里这所在，刚刚我看姚万雪嘛，他都在做三个字，看我姐，看我舅，姚抓来都吃起来啦。来，大哥在叫。来呀！哎，所以在行路卡慢，好吧？你今天你有事啦哈？注意就是你今天。一般拢叫美金小姐、小姐、美金小姐。来，加啦！要求。谁没拿到？来，钱没有拿到的跟我讲，没有拿到的跟我讲。拿钱没有拿到的，拿钱没有拿到的，跟我给聊，给钱我给聊啊。来，小姐。哎，哎，对，哎，大姐没拿到啊。明天没给聊了。哦。要三千八五十。我唔知道一箱拢卖有卖着啊啦，是嘞是嘞是嘞，来来来来，要食白带啊，过头上点的，这个啊这个这个这这个这个刚才谁点的有两三个多，如果你要看，我还没买呢，多的话，你搞啊，点大红，容易啊，下面我的头像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黑五郎被换过了，手机啊，拍写拍写。然后里面点，就说看到早上的一片，因为早上来被抓的爆红，我对了，给背了，所以你找不到。哦，所以你再100给我，那就没有，还在200给我啦。对啊，他刚才去买，东城那个机子啊，200，300，他有300，对不对？再100给我，再100给我，对。对对对，你好像开始刺激起来了，不错。来，安尼就对了，这搞我龙挑工的，安尼加四个，加四个，十三。两份啊，三四啊，五六啊。他今天有点红红的。我今天搞红，开始，来三点四点五点来六点来，今天好起来，八点我你来用，今天好好吃，来两百块两四点来五点，六点来七点来八点来两百多，同阿哥变大，这是最后一次吗？五点来六点来七点来八点来，我甲大家讲一下吼，真侪人拢要来买帝王蟹棒。哦、我跟大家讲一下、哦、真的上个礼拜卖完之后哦，叫货都叫不到，缺货了，全面都缺货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要等到月底才有货了，不一定会比较早哦，那他炸完就来投币啊，来人发货，白带鱼200对了哦，下一个吗？第二个可以点哦，下一个给我，六点，六点。鸡肉卷跟他都有，都在吃。马，百多拿到了没有？白带鱼，两箱海鲜跟白带鱼，用烤龙装完了，冷巴货最好的没有，有啊，一下有啊，冷巴货那边没有啊，动作快了，200块，换男主角嘛，好的。重播看早上的，来冷巴货给你，动作没了，这个小姐买两份了，对不对？再买一份会不会憋不下？我等你回答，饿哦，是饿哦，饿哦，有啦，还有机会啦。真的卖这样的便宜了，对不对？你管他我这边一个人，来这里再卖，大火的，大火的，你材料来啊？那就200给我就好了，其他的我补给你，你到200块超过了，觉得怎样？现在已经超过了。这里五片的鳕鱼的，鳕鱼不会变哦。有啊，有啊，你看，都有。我喜欢吃鳕鱼。你只要吃鳕，你不早点讲，刚才十箱都卖你去了。我这边上。不能不要。难怪没给我包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我包。没事，没事。来啊，别讲话了，主角来。做库房看到我卖大包车吼，过年哦都没有看到我卖那个鲍鱼，大块鲍鱼下去切的那个哦，大包切我给叫你，你胖点了。谁要问的？三哥，三哥你留想要啊？
来，万南猪脚，万南猪脚啊！来，吹毛鸡鸟，这一斤可要三斤，一千七百克。尾鱼片。尾鱼片吗？就你来，你哪知道我有双皮片？还有一箱，那一箱都给你了。两千八了。霸气的啊！阿妈跟霸气的都不哭了呢。拍死拍死。加加，无人见啊！真正做大鸡，啊，这半色啊，等于你甲吹了烧，切切都会使啊。内底都有加温点，一支卖讲六啊五，卖讲五啊五，卖讲四啊五，三五，来三百块了，五斤了。这以后爸爸妈妈就是变这啊，这你会当收四支啊？变几多？三百啊！你会当搁收几多？以后变来三百个，来三百块，分两斤啊。好啦，我知你遐买一只两支啊，好听啦。来，我来主角最后两支，真正个大支，外口只有重量，它有标示重量，哦，一千七百公克，三斤一千八百公克，不要漏了哦。要不要？很久没有记得。我已经漏好啊。我漏没？他把底下不漏没？来三百，最后两支啦，我来主角，谢谢。两支肯定要得，哎呦，一百，三百回来啊。阿叔啊，你三百块啊？对啦，对啊，来，你个妹妹又明天，你来啦？阿弟妹妹，阿弟妹妹，阿妈妹啊？我妹，我妹，阿弟妹妹，我听见啦。阿妈妹啊？做哪一妹啊？欢迎介绍，阿妹介绍，阿弟上课的有弟。你来吗？哦，还有胡桃木新鸭腿，还有新鸡腿哦，今天东西真的很多呢哦。什么人？别讲话。连大牛排。咩啊？买两支五百就话我买你咩啊？即啊，光光菜。一支三百块就已经在流血啊！两支五百可能刮骨拢爱刮而已。连大牛排。连大牛排哦，好来，这个是八块，这辈子赶快五百公斤。鲍鱼，你刮了没？爱吃大，我爱这种贵的，哦，新的鲍鱼就对了，别吃五百块。五百块来包鱼，五百块要卖五百啊！这我过年时啊靠那边，我平常时啊无可能卖这，来五百块来，五百块滴滴单车单有够高，单半重啊啦！大包诶，大包诶！迄过年伊是讲变袂落吼，是讲过年了较要再来试吃，结果过年了拢无卖啊，等较试，今仔去靠卖。五百块，五百块多少钱一杯啊？一杯就无好收，来较侪人买，今日来五百块来。五百块大包切，大包哦。这个是我买鲍鱼片，这不一样呗，这不是切的哈。包的两包。五百啊。大包五百，没无啊？五百五百。签名品牌好了，来，我这个鲍鱼卖完，我们来把签名品牌了。哎，勇勇，跟你讲这些，你们还要吃什么？我想要。虾子是吧？啊、哦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不是，马上来。哎呀哎呀，马上来。那边山东。我八块呗。对。今天我弟弟妹啊。五百块。这里两箱一起喽，那个，对吧？两箱一起，对不对？起来起来。我来工作一箱遐多。今天我有个五百的，还五百，不是一千哦，五百的啊，五百啊，我下山卖起啊，侪给你啦，不是五百，遐侪包啦，不是五百块就这么多包啦，我可以不要卖这么便宜，可是我五百块就是要恁缴送来五百，一千块卖八百的收收来五百，我过来要吃，五百啊。开五包哎，一个，进两三四五六六个人给你，这跟我包一瓶同款，没煮，不用煮了，你回去就用个牌子过来采，切丝做底，包鱼你甲掏开，背底你甲摆落去，很多请人做饭来，这个很贵，其他花椰菜，五包肉，六个客人吃就好了，大包切五百块嘞，五包肉，真价赞嘞，来包鱼五百块嘞，最后五个人给你包鱼。来这个，五百六，五
准数都好嘞，五百块，听到无？我来找你五百。听到啊，搁等你泰国去转。两个。哈哈，我要泰国转啊！哈哈，我泰国转来嘞，啊，搁叫你去，我欢喜。啊，迄个鲍鱼搁足贵滴嘞，来五百了，拢啊，鲍鱼。我就收起啊，我第五包五包，我卖你六包哦。三个，来，剩三个人，鲍鱼五百块。五百啊。好，你收起。下一样，扁大牛排。扁大牛排是吧？来啊，这个蛤蟆跟这个铁板都。先给我。老板啊，请慢点。